小创客伙伴计划 Co-Create Program 是一个暑期课程，是教导学生设计思维、应用程式设计和创业精神。现在科技日新月异， AI 等等的新发明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要适应未来，学生需要掌握设计、工程和创业的技能。但是香港很多学生都没有机会去了解新科技和创业文化。如果他们可以参与一个真正的应用程式开发过程，从中认识到应用程式开发就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了。小创客伙伴计划正正就可以提供这个机会，将学生变成创作者，为未来的数码经济做好准备。这个计划会在暑期里面进行，分为三个部分。首先，学生会在网上学习我们小创客伙伴的课程，跟着我们会给学生学以致用，参加一个业界真实的应用程式测试，教他们如何有效地给用户意见。完成课程之后，开发商更加有机会会将学生的建议纳入程式里面，令学生变成真正的小创客。但是究竟他们学到什么呢？我们的课程是以设计思维、教导同理心和有条理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学生又可以了解研发应用程式背后的步骤和需要的考虑，教他们从犯错中学习的精神。我们更加会给机会学生利用香港首个 AI 导师，透过 ChatGPT 增强自己的沟通能力。这个课程的愿景是希望可以透过互动体验学习，将教学由学校伸展到日常生活里面。在今年的暑假，同学会测试 Solar Money，是一个配合一张储值 Visa 卡同时使用的理财教育程式。 Solar Money 可以教导学生正确的理财观念。在程式里面，学生可以消费、储蓄、赚取零用钱、做个人预算和捐献等。我们鼓励学生通过试用这个程式，向我们团队提供更加多的用家意见。所以这个是给学生参与实际应用程式开发过程的特别机会。而在创业的部分，我们着重教导学生如何表达自己的能力。我们正是处于 AI 的年代，所以小创客伙伴课程会教授学生如何利用 AI 整理思路，清楚地沟通自己所想。简单来说，小创客伙伴计划可以让学生接触新的思维模式和观点，帮助他们迎接日新月异的未来世界。小创客伙伴计划全赖伙伴的支持，我们的伙伴包括 MIT Hong Kong Innovation Node、 Microsoft 和 Project M Square。 想报名可以浏览 solomoney.net/signup， 然后用贵校的邀请码注册。